两好球两坏球，哇，这一球去追打，打在后方有没有守备的机会？小胖林鸿玉在这个界外球这边，哇，裁判认为是打到网子，是界外球。应该会挑战的，嗯，我这个林鸿玉觉得没有打到这个界外区的一个护网，他认为他有自己直接接捕到，应该裁判先生这个时候会稍微做一些会议了。是，那当然就算是打到护网，捕手应该也还会去做这个假动作的，对对对，动作还是把它做完，动作就认为说没有达到这个界外区的一个护，对对对对，这个动作都是有必要，是，哦，这个角度看得不是很清楚，我们看不清楚了，对对对对，不知道这边看起来怎么样，看不清楚了，就算是判达到了，捕手的表情还是一样啊。感觉是直接接捕哦，然后小胖的手伸出去的时候才碰到护网，一个 play， 看起来有结果了。会不会延迟原判了？维持原判了？哦，哎，改判了。所以裁判认为这是一个直接接捕的接杀，这个半局也结束了，中信兄弟的攻势也遭到了瓦解。啊，本来是有机会哦，来看看有没有办法追分，不过这个半局也就这样子结束了，弗莱西遭到了接杀，目前双方的比数仍然是8-6，桃园队2分领先。